危机来临，你是否会无助等待？当有人深陷困境，你是否会伸出援手？部长的上司吗？在家里，你受到千般呵护，万般宠爱，但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是否能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快乐体验之小勇士训练营系列，从东莞市挑选出了12名同学进行学习和体验。在8天的时间里，这群来自城市的孩子们共同学习了解野外救援知识，他们跋山涉水，扎筏求渡，野外露营，在遇到困难时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在面临危险时他们勇敢面对，在遭遇失败的时候相互扶持和鼓励。离开父母的8天里，他们学会了独立生活，懂得了团结协作，提升了个人能力。在这里，他们将脱胎换骨，成为一名真正的小勇士，去执行野外救援任务，体验真正的快乐和成长。收看快乐体验系列节目《小勇士训练营》，我是陈怡，这里是东莞市水莲小镇大湾区横岗湖。我们的3支救援小队凭借他们的智慧、勇气和毅力，渡过了河流，翻越了悬崖，并且呢，在野外搭建了庇护所，度过了艰辛而漫长的一夜。那么今天他们将来执行我们的最终任务——野外救援。当然，在这个茫茫的森林当中来寻找伤员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并且呢还要把伤员抬到救助点。那么哪支队伍能够最先完成我们的救援任务呢？紧急集合！走快点，是我的。紧急集合！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挑战终极任务——野外救援。每个组配备1架无人机、2台摄像仪以及其他救援物品，每人配发1份水和食物。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我们现在出发。在野外森林中，3支队伍需要借助无人机和无线电测向仪等工具，经过不同的路线，分别找到自己队伍的目标伤员信号源。但是过程并不简单，节目组将设置干扰关卡，他们能不能通过重重障碍完成任务呢？要在广阔茂密的森林中寻找预先巧妙隐藏起来的无线信号源，同时还伴有其他的干扰信号，这对同学们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与此同时，还要为伤员进行包扎，就地取材，绑扎担架，抬着伤员穿越丛林。面对重重困难和压力，同学们会有怎样的表现？他们能否坚持到最后，圆满完成终极的任务呢？快点走，我们在这休息会儿吧。啊，累死了。我们得商量一下下边怎么弄。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应该把无人机开起来，看能不能侦察到伤员。这边那树叶的上面飞很危险的，如果撞坏了怎么办？你不是开无人机的高手吗？2分钟搞定。那谁负责啊？如果烂掉？那是他负责。烂掉就赔呗。是谁呀？ AA 制呗。AA 制。平均分呗。雄鹰队经过商量，决定用无人机先来寻找伤员。但在茂密的森林里，无人机的飞行是非常困难的，随时有可能面临坠机的风险。飞起来了。有很多的树，很多的树叶会阻碍飞机飞行。哎，王子小心一点，翅膀上，他也很小心一点。哎，往前，还有树枝，降，你看，你都别撞上了，近一点呐，上了，你看你们摇的，
明明是你自己技术的问题，还怪别人，叫你低点不低，还在那边边边的。我觉得原因都是我们团队的人，我一直在摇他，哎，你快点下降啊，下降啊，这样子，就这样让他操作不好嘛。赶快去拿东西去，我们去找飞机。还有飞机，找飞机。由于雄鹰队队员间发生争执，导致了无人机的坠机。而冲锋队也在寻找信号源的时候产生了意见的分歧。西北往哪里走呢？现在往那边走，那边声音大。那边我们稍远的信号比较大一点。你想着他们了？我记得是那边。那走吧，发。我听的是这一边。那边声音很大，但是我也觉得那么长时间，走这边应该肯定没错的。但是我是队长，我也学了很久啊。那当时。训练的话也才一年左右，就是我觉得他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丰富吧，所以说我想更坚信我自己一点。你学了那么多年，你听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可是我拿过全市第一耶，怎么可能会比你差？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对的呀。我现在是队长，我要做这个决定，听我的，从那边走。反正如果错了的话，可能到时候还有机会返回来，别的队可能也不会那么顺利啊。走我这边吧。他是队长，他有那个主导权，去管理整个团队。冲锋队最终决定走队长选择的那条路，而此时战狼队的情况并不乐观。在用无人机侦察地形之后，大家在选择前进的方向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你想走哪里，长阳？我觉得应该走弯路。我觉得应该走山路，因为山路它两点之间一越过去就行了，可以减少路程的长短。但是这个太陡了，跟你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山很陡。我想走山路。来，我来分享，走山路首先第一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你都不说它优点，安全。一直说缺点，来你就说你的弯路的优点，你不说它缺点，你就把每次讲把别人的意见把缺点一大堆说出来，优点都不说。因为你其实走山路真的没有什么优点，就距离很短，距离短了，就距离短就没有了，可以节省体力。万一不是，因为它这个是上坡，知道吗？不会节省体力，上坡很累的。对呀，上坡。所以下坡，我觉得下坡更累，要小心，不然会坐滑梯一样。上坡就不累，你抓的那些东西就行了。对啊，上坡不累，那下坡呢？下坡那到时它就不是下坡了呀。走山路要下坡，要下坡也要上坡。对呀。你们三个都选去路走弯路的，那我还有什么跑？那你肯定是你们赢的啦。这个就是我很头疼，我就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是要坚决的走那个山路。小树丛的多数，我们走弯路可以吗？走呀，我不走了，快走，不走，快走。那你不走，我们走了。真的不走吗？最后问你一次哦。不走。那我们走吧。蓝思伟他也有一点点喜欢闹小脾气，因为在众多人面前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的，可他却自己不听。走吧，走走。觉得他们抛弃我，觉得我不是他队友，我心里有点害怕。团就这儿，看看我们看到飞机啊，飞机，走了，就在那，你看到没？哇，翅膀断了，这，你赔？为什么？你开的飞机，不是说承担你来承担责任吗？那问题是你开的，叫你躲避一点。每人平均分不了。为什么？赔就赔呗。你不是很厉害吗？别吵了，大家平均分就行了。雄鹰队在无人机坠机后，队长韩子言决定用无线电测向来寻找伤员，他们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伤员呢？快点下去，下面有人喊救命！你们听到吗？救命啊！就刚过下去看了。听到了！快点，有人吗？受伤了，救命啊！
哎呀，这里受伤了，有人吗？救命啊！节目组安排了假装受伤的老爷爷来干扰雄鹰队完成任务的进度，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踩上脚的老爷爷到底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先救老爷爷。你们呢？我觉得不能见死不救，我告诉你。要不这样，我自己现在就给老爷爷包扎，你们先去找别的那个我们要找的伤员。好，走。雄鹰队决定留下队长韩子言来照顾受伤的老爷爷，其他队员去寻找目标伤员后再来与他会合。比赛不重要，和一个任务比起来，肯定是比救老伯伯的腿更重要。能救多一个就救多一个呗。我觉得这边声音就是很大，我觉得就是这边。那我们的方向应该没错了。这边声音真的很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我觉得那个，雄鹰队可能会快一点。为什么？因为那个。他们团结一点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对那个蔡宇航是那个，对他无人机可能会比我们快一点，所以说他们后面的进度可能就会稍微快一点。我觉得战狼队应该会慢一点。对，因为他们这边好像矛盾有点多。对呀，就是南石伟和林浩斌有点矛盾。那我们再喝口水吧。好啊，差不多我们就走了，继续出发。啊，好吧，啊，走吧。出发。哎，你地图呢？在我这儿呢，我刚刚看过呢，地形和现在完全一致，咱们出发吧。走吧，继续前进。桥头四校的吗？不是。那你是哪个学校的？长平镇中心小学。你找错了怎么办？到那才发现那个是长平镇的救援的伤员，我们就顿时有点懵。队长都怪你，我们都找错了。当时我们几个是埋怨他的，然后呢他是挺失落的。我们把所有的信念和愿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而他却有点辜负了我们的信念吧。如果停在这儿，我们只会更浪费时间。长平不然也还没有到吗？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快点去啊，也不是没有机会，但如果一直拖在这儿，我们就真没有机会了。分叉点的话，那么跨越城的那个信号员肯定是对的，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吧。对，这件事情要不是因为我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我们队就不会找错了。没事，没关系的，这件事情也不用太自责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们现在赶紧去改正过来吧。对，那我也要加个油吧。加个油吧。3、2、1加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冲锋队再次自信满满的出发了，他们这一次能找对伤员吗？我你这个带一点啊，这里还有一点，没资格说话。来，好像丢在了他一个女孩子丢在他那里有点不合适。刚才我们好像有点太冲动了，对不对？嗯。不走了，他又不听我们的话怎么办？不，我们还得去劝一劝他。劝一劝他。那你去吧。我去。啊，一起去。你去吧。好吧，那我去。队长，你先把药水放下去。把药水放下。谢谢啊。对不起，老师。我们刚才可能有点冲动，因为我们是个团队，团队就要团结，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对不对？我知道嘛。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啊，对不对？要不我们一起回去走弯路，可以吗？现在是荒山野岭的，万一晚上怎么办？到晚上之后，好吗？嗯。走吧。但有电脑就发挥不好，我和他一个就不能玩。没关系啊，我们想玩。他想玩，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吧，就不是玩的，就要靠速度。对呀、啊，就要靠速度。那我可以把它当游戏来玩，不然我发挥不好。确实不怕，真的。但是你要为整个团队着想，知道吗？因为他们啊，长颈还是我们当中长得最快的一个，知道吗？不是自己着想就可以了。蓝诗蕊一直期待自己能够亲手操控无线电测向仪。但队员们为了更快地完成任务，不想满足他只是为了玩玩的私人愿望。我没串台，快点。对啊，他那台都没有串台。走了。对啊，继续走吧，没关系的。哦，那我也好想玩。等一下就给你了。等一下他就是不给我。我听到了。玩的不好，为什么？哦，听到了。骚电台。那你去问他。走不走？走不走？我来给你听，来去那里。你要冰给蓝诗蕊听，可是我想听他的，因为他一直在听，然后降维只有我们三个只能用一个。没关系，没关系，去吧去吧。今天我是对长颈的表现非常生气，就是觉得他很小气。你要冰，他可以一个人用。我要找台。他找台。他说他要调台，调了10分钟还没调。我正在。很集中精力的完成任务，他又过来打扰我，然后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他很烦。一号杯别走了，老师你不是可以听吗？那就听啊。来一号杯，我们继续给他听吧。你把这个东西占为己有，这不是占为己有啊。最终，队长谭玉斌还是满足了蓝诗蕊的要求。那么蓝诗蕊能找到伤员的信号吗？时间关系着救援任务的成败与否，那么他们能否顺利地找到伤员并完成救助呢？雄鹰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终于找到了自己队伍的目标伤员。没有了队长，三个人能不能顺利完成目标伤员的救治呢？那个左腿动不了，然后呢一拉非常的痛。疼吗？是不是很疼？骨折，我们就觉得他应该骨折了。对对对，来之前看过那个医疗包的那个说明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拿固定物体包住伤员的骨折位置。来，大家找几个棍子。由于医药箱被留在了韩子妍那里，所以导致此时雄鹰队的队员们只能用竹棍和绳子给伤员做简单的处理。今天给你们弄伤了，差不多可以了。好了，千万，没事，抬条腿。啊！往前蹭，千万不能跑。一，来！等等，我摔伤了。是吧？这声音好大。来，是几号？你哪个学校的？桥东四校。分一下工，黄丹你帮他包扎伤口，然后我们两个丁灿和我们去弄那个，帮他弄担架，然后匡立成你也帮忙看他，是吧？走，帮着，我站着帮啊。你不打个结吗？不是很紧吗？要，撑开，每人拿一个脚，你先放下去，我来你弄。我每个人不背着书包，这样子还不如给伤员躺着，这样子可能会舒服点。来，把药箱背起来。哦，不是在下面。来，躺，慢点躺。慢一点。嗯。丁山在这儿，我来这儿，黄丹在这儿，我也在这儿，行吧？二一，走。一，二，一。打的声音更大。来，亚斌，我们四周留意一下，看有没有人。你怎么听到二号的？好大声啊！哪边？大声，
那不是那个号空，我是二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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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后面。九二号，会不会在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哎，找到那个台了，你看在那里，但是看到没有？我也看到了，他就是那挂。我先看到的。哇，我们没见伤员吗？就在这边。由于受到干扰信号的影响，使得战狼队一直在伤员附近徘徊，却始终无法确定伤员的准确位置。他们到底能不能排除干扰，准确地找到伤员呢？我看见他了，跑过去，跑过去，哦，小心哦！我看见你了，你让我找好路。你是哪个学校的？昌平镇中心小学。好吧，找对了，找对了，对了，跟我们一个学校的。Yes。战狼队终于找到了自己队伍的伤员，开始进行紧急的包扎处理。此时雄鹰队也把伤员抬到了受伤老爷爷的位置集合了，而冲锋队已经抬着伤员前进了一段距离，但是好像遭遇了一点难题。慢慢慢，能不能再放下黄带，不要斜，这边轻了，慢慢慢下，不能放下面全是石头，哎，高一点，前面那个黄带，注意在你那边。当时因为那个石头的话不是很牢固，如果踩上去的话可能会导致伤员往左右两边颠倒吧，可能会摔跤，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踩，用脚踩到水里了，不管那么多了。小心，这要小心啊，鞋湿了没什么，反正就是因为他走你自己小心一点。匡旅程他不小心跌了一下，然后那个伤员就整个人倾斜了一下，就特别危险。干嘛呀？快点，放心。一二，慢点，慢点，慢点放。换头，换头，慢点放，慢点放。冲锋队立刻到达。耶、yeah!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3、2、1，加油！野外的话，躺着的话。那里有很多草，然后会搞到上面的某个部位，如果搞到眼睛啊这些什么脆弱的部位就不好，然后坐着起来的话就可以让它有效的避免。哇，这里有慢点，别走了，别往前走了，起不来，你压到我腿了，压到我，你不知道用力吗？哎呀，路虎，没有腿也，赶紧抬。我觉得蔡有人好辛苦，因为他在前面，就是两只手抬着，我们在后面还好，就是一只手抬一根棍，他两只手抬，就觉得他很辛苦。来，好重啊！雄鹰队第三名到达。三支队伍用8天的时间完成了5项任务的关卡。同学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担当、勇气和毅力，无愧于小勇士的称号。经历过体力和精神的双重洗礼，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荣誉时刻。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谢洪涛主任为我们颁奖。首先呢，我们要颁发的是最具爱心队奖。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团队协助队奖。最重要的奖来了，那就是
最佳勇士队奖。在我心目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冠军。除了团体奖项之外，同学们也将会获得象征着个人最高荣誉的小勇士勋章，来作为他们勇敢的见证。恭喜他们成为我们快乐体验的小勇士。8天的分别终于迎来了和父母的团聚，在这里同学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体验，爸爸妈妈也感触良多。重逢的时刻，他们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藏在同学们心中的秘密，或许是对他们鲜明性格的最好解读。爸爸妈妈姐姐，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些做事情，如果遇到问题不要先哭，要先想办法解决。我在家里犯了些小错误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对我引起那么大的惊动。我就是希望爸爸妈妈遇到事情像可以和我的队友一样，不要随便的说我，要先想办法解决。妈妈，希望你也越来越棒。我觉得我变化很大，是因为我没以前那么爱哭，以前比以前动手能力强了一些。我也体会到了爸爸妈妈的辛苦。希望你长大了变成一个男子汉，从今天开始遇到事情不要总先想着哭，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好吗？好。爸爸妈妈，我劝你们以后不要总是吵架，因为呢吵架会伤感情，而且你们吵的时候我听着也非常的伤心，也有点非常的烦。那我们也会反省，可能是我们自己沟通的不太好，我们当着你们的面吵架也是不对的，对不起。我可以原谅，但你们以后真的不要再吵架了。好的好的，妈妈答应好不好？有什么事情爸爸跟妈妈都会私下去沟通。第一次父母终于听我的话，开心，我的心里面真是安定了起来。很多家庭都是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我家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嘛，然后呢我们家呢是我爸对我好好说，我妈拿衣架过来。我们俩都很爱你，只是说方式不一样而已。这个学期呢，我就是玻璃心，比较爱哭嘛。嗯，韩子，你不是这个学期玻璃心，你一直都很玻璃心。我来到这呢，好像没怎么破，在这就是成长了许多，然后也变坚强了。嗯，其实我们三个人这种关系也很融洽。那你是妈妈的粉丝，妈妈是爸爸的粉丝，爸爸是你的粉丝，所以我们一直在追，这样挺好的。爸爸，就是有时候可能我犯错的时候，你就会不让我哭，就会打我，然后呢把我那个眼泪给逼回去。我想象中的爸爸妈妈就是都跟我沟通，都陪陪我。爸爸想过这个问题了，双方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爸爸答应你回去的话给你定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半个月出去玩一次好不好，等你回去的话多陪陪你。好。一直这句话一直都在心里憋着，一直都很难受不敢说。然后呢今天你们给了我勇气站在台上说了出来，所以心里就觉得很舒服很舒畅。妈妈，你在家里总是骂我，有了弟弟以后你对我关心和关爱就更少一点，就没有什么交流的时间。然后有了弟弟你就天天宠他，然后你就好像你不喜欢我了一样，觉得我很烦。因为我原来也是在上班，我又要同时照顾你跟弟弟两个人，所以对你的
陪伴跟照顾也是疏忽了。当妈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迟了，也是发现你也特别敏感。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充话费送的，充话费用完了，我找不到妈妈了。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垃圾桶捡来的，从河里捡来的，你根本都不关注我。这个事情啊，妈妈也意识到错误了，在以后我跟爸爸也会注意这方面，在爸爸跟妈妈的同时照顾下，可以将爱分给你一点，多点时间陪你。好。比于其他的家长，我觉得我的家长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了，不打不骂，不宠不溺爱，还会适当的放纵我，是中国的典型好家长。我也以后也会努力的学习，将来做一个孝顺的儿子，给你们买一套大房子，再买一个好汽车，带你们出去游山玩水。谢谢儿子。至于你刚刚说的房子车子这一些，妈妈其实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能够健健康康，能够成长，然后不管是学习上心理上都能够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好不好？没有问题。嗯，好，谢谢。小勇士训练营，何瑞怡，你真的超棒。小勇士训练营，殷浩斌不怎么爱哭了，变勇敢了。小勇士训练营，蔡宇恒，只要敢尝试，一定会成功。小勇士训练营，黄丹，你可以更勇敢。小勇士训练营，曹一涵是最棒的。小勇士训练营，路虎，你是最勇敢的。小勇士训练营，丁星灿，加油努力，活出更好的自己。小勇士训练营，谭玉斌，你是最帅的。小勇士训练营，刘轩宇，赞。小勇士训练营，匡立成，你非常棒。小勇士训练营，蓝诗蕊，你已经挑战了自己，但你还可以更好。小勇士训练营，韩子妍，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其他房也得整理一下。谁的衣服啊？谁的帽子还没拿？我要拿，走了，你走吧。通过这八天的时间，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得到了智慧和勇气，同时也学会了团队协作。下周同一时间，快乐体验，我们不见不散。